原标题：咸丰死后，中国唯一能跟慈禧抗衡的女人，结果却被慈禧狠压了一头。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位女皇帝，那就是大唐时期的武则天。但是同样是封建王朝，在大清也有这么一位虽然没有称帝，但是却跟女皇帝没什么区别的人，她就是慈禧。清末的慈禧太后虽名为太后，其实她连个皇后都没能当上。后来儿子继位为皇帝，正宫太后慈安才与她并称太后，慈安为东宫，而慈禧为西宫。1861年，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熙发动的一次宫廷政变，打倒了顾命八大臣势力。从此慈禧、慈安两太后开始垂帘听政。此次政变的三个主要人物中，慈安皇太后25岁，慈禧皇太后27岁，恭亲王奕30岁。之后在慈禧的权力达到巅峰的时候，整个封建君主制度已经到了腐朽不堪的地步，大清的国势一天天走向衰弱，一次次遭受西方国家的侵略，在国家内忧外患日益加剧，国家穷困不堪的时候，慈禧仍然带着大量的金银珠宝睡进了陵墓中。这个女人自来的手腕也让这样富丽堂皇的陪葬有迹可循。可是作为西宫太后，她最后的陵墓却在东边，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？大清的陵墓不同于以往的王朝，或集中或单独存在，而是几代帝后共同葬在一个陵区。在大清的四个陵区里，陪葬品最多、陵区最大的就是慈禧所在的清东陵。慈禧作为以奢华出名的掌权者，她所在的陵墓更是极尽奢华之能事，那叫一个富丽堂皇。可是一入清东陵，就会发现原本只是西太后的慈禧却葬在了东面的陵墓，而原本该在东面的慈安却在西边，两个陵墓的规格完全相同。可是在中国古代，东西的差别可不是一点半点，习惯上皇室以东为尊，比如太子也常常被称为东宫，皇后也是住在东宫。慈禧虽然权势滔天，但是到咸丰帝去世，她也只是一个后妃，并不是皇后，所以死后葬在东陵区，这就有名堂。慈禧太后霸道了一辈子，按照她的作风，理所当然的是因为死后也想保持生前的地位。传说按照祖制，咸丰帝旁边的东陵区本就该是慈安的，慈禧的陵墓则应该被安排在西边。死是个大事，死后的归处更是古人们最看重的事情，所以慈禧当然不会甘心。据说他因此就设计跟慈安打赌，两人下棋，谁胜了谁就葬在东陵，输了的葬在西陵。慈安并没有多问，就答应了慈禧的这个赌局。慈禧有备而来，对棋局下足了功夫，所以就这样一场赌局赢得了一个东陵。东在古人的心中地位那样重要，若说以一个赌局来确定，难免有点说不过去。慈安若是心甘情愿，让给慈禧的可能性更小，所以这个说法总的来说还是有待商榷。另一个说法，慈安死得早，后宫两太后当时就只剩下慈禧一人，皇帝年纪小，大权就完全落在了慈禧手中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慈安的丧葬完全由慈禧来决定。虽然有不少大臣站出来劝谏，慈禧仍是在一手遮天之下，硬是将本属于慈安的东陵给抢了过来，强制将慈安葬在了西陵区。可是尽管慈禧权势大，在当时的社会，丧葬是大事，不是说权势大就可以随意改变的，所以像慈禧这样改变下葬的位置，这种情况是绝对不能出现的。在皇室，就算权力再大，慈禧始终是皇室的媳妇。在嫁鸡随鸡的封建思想下，既然嫁入了爱新觉罗家，就一定要遵守祖制，丧葬更是祖上的大事，甚至
关乎家族命运，所以必须严谨，不能有一丝马虎。至于陵寝的位置，更是谨慎至极，就连皇帝都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随意改变，所以这第二种说法也是不切实际的。至于为什么慈禧会葬在东边，其实这个位置并不是说慈禧就比西边的慈安尊贵，而是恰恰相反。虽然两个陵墓都在咸丰的两侧，但是西边的陵寝更加接近咸丰帝，所以作为正宫太后的慈安理所当然被葬在这里。至于慈禧，因为只是一个皇妃，所以在身份上永远无法超越慈安，她的陵墓就只能在离咸丰帝较远的东侧，所以才会出现慈安在西、慈禧在东的情形。慈禧对于陵墓的位置无法改变，所以也还是屈居于慈安之下，于是他就开始在陵墓上下功夫。光绪21年8月，东陵守护大臣为讨好慈禧，上奏朝廷说慈禧陵因连年雨水多有糟朽，急需修整，于是慈禧便命亲信庆亲王和兵部尚书荣禄卫承办大臣，结果陵内建筑无一不修，大殿和东西配殿都从原来的阶瓦维修改为拆后重建。此次大修工程浩大，到光绪25年已拨款150万两，以后的款项更是个无底之谜。可以说在其死之前，他就下令重建了自己的陵墓，建得更是富丽堂皇，成为众多陵墓中最华丽的一座。至于陪葬品，自然是极尽奢侈之能事，且搜集了大清的奇珍异宝。只是他自己也没想到，就是因为他的奢侈，让他豪华的陵墓成了盗墓贼的圣地，他连入土未安都没能做到。由于慈禧的棺内葬有大量价值连城的随葬品，结果引发了一场盗陵灾难。仅仅20年后，这个陵墓便被军阀孙殿英盗掘洗劫，掠走了全部珍宝。可以说也正是他对自己死后的安葬也要如此骄奢，所以才引来了整个清东陵屡屡被掘的齐鲁大难。参考资料：慈禧陵墓重建、清东陵盗宝案、返回搜狐。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